Hey, 大家好，我是志气，现在来玩一下我们这个当红的韩国电影《鱿鱼游戏》啊。哎呀，这个人跟我长得一样，卖照！喂，他妈的，跟我选一样。他哦，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。这个的话，我建议不要跟大家走一起，因为有时候有人会挤你。有人很急掰会急你，哇靠！这个姿势帅，哦哦哦，从他后面，哦耶，哦耶，呜呼呜呼 ，Come on！ 哦、oh, ，又来一个妹子，哦耶，哦耶，哦干！有人死了，哈哈，活该！我要在后面看戏，哈哈哈，都去死吧 ！Come on，Come on， 好多人死了。我在后面当操鼠啦，死好多人哦！换我，不要射我！没事没事。呜呼！有人已经变灵魂了，干那么快，想骗我？哇，灵魂飞上去，好猛！干那些人烂呢、欸？为什么会死？我不懂。呜呜，有没有高手在这里？高手在这里还没死。哟，啊干！我错了，不小心动了一下，整个漏气，他妈的！这个很鸡掰，你有时候不小心动一下就死了，没关系，至少我不是第一个死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这边，大家看，没有玩过的朋友 ，SHOP， 我们给他跳进去。那这里就是可以让你变装的一个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要变什么，来变装一下。这是啥小？这个人是啥小？这是什么？他拿东西哦，按下去。变装完成，这是啥小啦？这个好奇怪哦，防爆警察吗？防爆有妹子，有妹子，看有没有妹子。嘿，短裤哦，呜呼，短裤妹 ，come on， 我们来跳，跳起来，呜呼，好多妹子哦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妹子还戴口罩，你还知道现在防疫期间要戴口罩哦。哎、欸，小姐，认识一下，赖多少？哟吼哟吼，帮我吹一下！哎、欸，不要跑，帮我吹一下 ，Come on！ 哇，垃圾，我看到垃圾，干，垃圾一下，干，不给我垃圾？难道我口臭？哇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较正经诶！现在大家来震惊一下。白毛的白毛的，看小格，白毛的，少年人啊，你白毛，看小，来哦，开始哦，那个啥小，你啥小，在那边咬，干有人又死了，干很烂呢，你们这些人，是会不会玩呐、啊？那么简单，就一二三木头人而已。一开场马上死一堆人 ，Oh my god！ 我们在这边玩就好了。哟哟哟！你他妈这个干！你脱衣服，给我去全面。哟！站在他头上，看他什么时候要走。Come on！ Hey man！ Hey man！ 睡着了吗你？干！死好多人。哎、欸，去前面！这两个人都不去前面，在哈喽。哦，他要冲了，他要冲了。我也要冲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不走、欸，睡着。看戏呀、啊！干，我这样来得及吗？冲啊！干外挂，
敢偷跑？哎，傻小，我没怎样。妈的嘞，又回到这里了。再来变装一下。妈的嘞，别挡路啊！来变装一下，看有什么可以变的。这傻小啊，好多妹子哦，很多人很爱翅膀。来看一下有没有比较猛的，好像没有。这个是啥小？这个装扮，我们来变变看。非卖品，他为什么身上会有那个啊？他自带什么东西？那个是啥小啊？好了，现在就是等时间到，就可以再进行我们的鱿鱼游戏一二三木头人。啥小啦，没有要买啦，你背不起啊，没人抖内啊，求抖内，求赞助。这次我要认真玩了，这次我要过关给大家看。啊，那个人怎么不见？这次我要认真玩哦，我不讲话了。目前应该第一个哦。干那个妹子冲哦，靠腰还一直射，射到我都听不到，到底是现在是可不可以走路？哦，好快好快好快！目前第一名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哟，第一名 ，Come on， 哟，太猛了，志气可嘉，第一名。哈哈哈，看来我有玩这个游戏的天分。你看一堆人死光，妈的，看他的小裤裤，看得到吗？爬上去。Oh yeah。哦，摸他屁屁，那我爬一下。哦，干，差点被杀死。干，你也转太快了吧？哎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赢啊？来来来，加油加油！我想把他推出去。啊，他要死了 ！Oh my god， 只有我一个人第一名，傻眼。这个场景大家应该很熟悉吧？这个场景也是这一些人就是自相残杀的地方。你娘，你是对我背起来冲阿小，看阿小，恁爸要对这跳过的，我跟你讲，跳跳跳回送。哦，那个妹子会跳。哦，那两个是啥小？狂跳。哇，又开始了！哟吼哟吼，好快就开始了。这个装扮好像蛮帅的哦。Hey man， Yo man， What's up？ Hello， Come on。好，认真认真，不要乱玩。哦，麦阿 K 修。没有人死了，我搞不懂，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一开始都会死。傻小啦，一堆人死。
看到没？狂跳都没死。这次不错哦，很多人过。哇，这次好多人过。刚才不知道怎样，一堆人死光。啊，那个人不动了。那个妹子不动了。哟吼，过了，有没有简单啊？我就是有玩这个游戏的天分啊。Come on， 来开趴，怎么都是妹子？哦吼，都是妹子，哎、欸，来来来来，他们在爬树哦。来来来来，给我看一下你的小裤裤。干，他爬到他头上，他小。妈的啊！一直摔下来，干。要爬去哪边？干，一直在那边叠，好猛。我也要叠。哇！干你娘！傻小，没叠到，反而摔出去惨死。靠呗。靠边走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鱿鱼游戏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有没有？我很猛啊，一次第一名，然后第二次也是过关啊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哈哈，那我们影片先到这边结束，欢迎大家留言经验分享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玩这个游戏有天分的啊？